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网球作为一项极具美感和训练强度的运动，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作为一项健康时尚生活的新选择，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。可是想要打好网球却不容易，新手面临着上手慢、大量重复训练、增添教练为球负担这样的问题。那如何让新手迅速地掌握网球技能呢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款神奇的网球陪练机。这款智能网球陪练机1.8到9秒的发球频率可以任意调节，适合新手入门、高手提高、渐进式速度训练、阶段式技能提升，它堪称最有耐心的网球陪练。智能落点编程，35个点位自编，定点球、两线球、交叉球、随机球，任意切换。网球怎么打，由你说了算。它能解放教练的双手，然后能让学球的爱好者能固定动作，然后不断的重复练习，对他的动作会有很好的帮助。有了这款网球陪练机，小白打球不好上手的问题解决了，也不用再担心打球约不到好友。快来和我一起运动吧，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智能驾驶新体验。传统驾驶，司机开车前要调节后视镜、倒车镜，出发时还要用脚给油，为了安全行驶还得时刻高度集中注意力，驾驶过程十分辛苦。开车好轻松啊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开场神奇的一幕就是今天的主角，智能驾驶技术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智能驾驶技术已经可以在真实的道路上发挥强大的功能。今天我将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驾驶魅力。今天的第一关，加塞处理。
刚刚加塞车辆切入的动作很凶，还好智能驾驶及时做了避让。这么短的距离不是一脚刹，而是有预判的平缓的进行刹车。道路上的大车形态各异，如果无法精准识别并且及时拉开安全距离，就有可能产生事故。那么智能驾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今天的第二关，智能驾驶应对大车。刚刚大车经过的时候啊，心里还是有一些紧张，但是智能驾驶精准识别到了大车的经过，并且提前向左进行偏移，拉开了大概30厘米安全距离。这样的设计呢，既保障了安全，又减少了心理恐慌。停车是很多车主的难言之痛，考核第三关，自动泊车。这个车位这么小都能停得如此的好，真的是太适合广大的司机朋友们了。在刚刚的三组测试当中，智能驾驶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，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搭载了 Momenta 技术方案的智己 MAD 基于飞轮 AI 自主进化引擎，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，用海量数据实现算法的快速迭代，更精准的感知目标，更早更及时的预判他车意图，输出更像人的智驾决策。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成熟，人们对于机器的信任度也在逐渐的增加。这次的体验也让我感受到智能驾驶技术越来越可靠，期待未来世界人们的出行发生更大的变革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电动折叠代步车，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慧敏。代步车可以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出行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需要家人的协助或照看。今天我们来看一款特殊的代步车，不仅可以轻松上手，还能时刻守护出行安全。经过短短的时间，我就已经能熟练使用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了。但是在实际使用中，很多家人会担心不能及时了解到使用者在外的各种突发情况，这个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？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专门配备了远程呼叫系统，可以记录代步车数据，后台进行信息汇集。当使用者单独外出时，如果遇到突发情况，通过一键操作，家人就可以收到救助电话，保障用户安全。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可以做到上坡起步不溜坡，在起步前对电机施加一定的预警力，可以实现各种路况上的柔性起步效果，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。时尚的外形，便捷的功能设计，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代步车使用者体验到这款新型代步车带来的便利，也为他们的自由出行带来更多可能。